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今年的夏季又过去了，现在进入秋季了。平常我们都很喜欢开着车去小镇附周边的小镇逛逛风景。今天在去那个小镇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农场的一个 market 市场，然后就看到很多漂亮的菊花，然后在这个市场里头我们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。这两天呢，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英女皇过世。那加拿大呢，因为属于英联邦，所以呢所有挂加拿大国旗的地方都降了半旗。然后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去了沃尔玛，家附近的一个沃尔玛，然后又买了一些零食，买了一些食品。最后看我的 Rosie 很可爱很搞笑，因为我下车去拍风景，下车去拍去拍摄，然后他不敢从那个门跳下来，他就立起来趴在那个椅背上，我觉得好可爱那个样子。哇，又是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感谢上帝每天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每天的脚步的平安。